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早晨6:58的清晨，洛杉矶，阳光从那边已经上来了，看的还是非常的让人心潮澎湃。你看这个光线直接打过来，非常好的，非常棒啊，有一种镀上了金边这种感觉。我们看看这边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因为昨天的晚霞是非常的灿烂的。昨天的晚霞有点金色的，各种的颜色都比较好啊。《黄帝内经》上说，5点钟起床是最好的时刻，早睡早起身体好呀。10点钟睡觉。睡7个小时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可以再眯半个小时，7个半小时，对我们来说是应该是充满活力的一天。早上到这种无人的街道，今天是星期六，Saturday，Happy Saturday，每一天其实上我们都是有24个小时。24小时可以供我们去，学习、去工作、去生活。Hampton Avenue，这就是一家一户的这种阳光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馈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看一看金色的阳光吧，漂亮。